把自己当演十三岁的，是不是这样？要不就是我现在的年纪，对，十三岁，十三岁，十二三岁。这是给你的，谢谢你今天指点我。如果我跟他身高一样，你选谁？戴眼镜这个咱们再单拍一个。握在你的小胖手，握在你的小胖手。要不要找一个手气？来来来来，关键谁的手好看呀、啊？现在是，我觉得嘉豪的手还可以。嘉豪的手这个好像好一点，来嘉豪的手吧，来。正确的打开方式是这样。我去比赛。长相了，不管你们要不要我，我肯定会去的。你好好听，去。来来来，叫个名啊！他鄙视我。